看看新闻网。昨天自公布太太 Lisa S 怀孕之后，吴彦祖夫妇首次同时现身活动。虽然当天举办的是拳赛活动，但准爸爸吴彦祖直言不会怕影响四个月大的小 Lisa， 反而希望她能够趁此机会学习一下，日后能有一招半式傍身保护自己。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，小 Lisa 尚未出生，吴彦祖就已经开始担心女儿将来被男孩追求。我就特别怕这个小孩是女孩吧，我特别怕是她是漂亮的美女，我就糟糕了。所以我希望我太太就来看这个拳击比赛，那个小孩就可以学多一点保护自己的东西。主要的是因为我曾经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，那我知道那些男孩在想什么，所以我就特别怕这个女儿就会遇到那种男孩吧。